Greg Murray, first down.我们看到中午12点正式开球。我们看锦织圭的跑动能力确实强。他的进球率不高。一个后场，得分30-30。非常漂亮啊，金针。锦织圭的穆雷如果这一局爆发，将扩大比分的优势。锦织圭非常漂亮。布雷的手，布雷罚出了第一盘比赛的第三个 ace 球，那么也就顺利的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，6-1，取得了第一盘比赛的胜利，战胜了塞尔维亚托洛伊基。啊，我们现在看一下技术统计 ，ace 球穆雷是一个，双发失误双方都没有。
Game Murray. Second match, 6-1, 6-4.